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尼奥突破叛逆物语的最终任务。使用的任务条件角色为泰戈八年合作的迪木峰，以及基救级的哈欠尔，搭配双尼奥。那这边不小心触发到了捷运奖励，所以我接下来的攻略会以未触发捷运奖励为前提。首先，这个队伍是以尼奥的反射环作为主要的输出方式，因此会以触发越多友情为目标，然后射击的方向尽量最后往加速板路径上敌人最少的地方，才可以达成反射环持续性的输出，以移动达成大量的伤害。而前三关若非必要，则尽量不去使用尼奥的 SS， 以防在王关时无法躲避敌人的窘境。像在影片中，尼奥的位置可以左右以避开地雷，而且如果可以，尽量以尼奥来通关，来让下一个贯通队友行动。贯通角色进场的目的，就是为了清软趴趴来帮尼奥开路，同时顺便触发友情来造成输出。此时可以看到尼奥的脚下有一颗地雷，在确定加速板的路线上没有其他的地雷时，可以利用尼奥的护罩抵挡一次致命的伤害。而像这个时候，迪木峰必定躲不过地雷了，因此就要想办法通关来度过这个危机。灵机应变只是打弹珠的时候的必备技能。介绍一下迪木峰在这关的优势，除了是反解速兵的角色，以及有拷贝友情来拷贝反射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有友情去抵力。可以利用受到地雷的伤害，及时触发强力反射环，且必要时可以利用反心型 SS 来保命。像这种加速臂路径上没有敌人的空间，就会是反射环友情的最佳输出机会。只要不要因为直击敌人而减速，就能创造出像影片中相当华丽的景象。进入 BOSS 战。照着大原则，由贯通角色来清软啪啪，触发反射环来顺便做输出。这边也利用了尼奥的 SS 的加速效果来做再加速。讲解一下反射环的特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朝触发者丢一个环，而这个环它会反射三次，所以能造成四条锁金路径的伤害。最后，只要触发者不停止移动。环就会持续发出，这就是反射环友情这么暴力且可以应用在多个高难度关卡的原因。另外，前面提到的 SS 为什么要留着打王关，在这边也能看出来，因为你要二阶的 SS 的自强化费率是 2.5 倍，一阶的时候只有2倍，所以体感减速会降低，而且帮队友提升速度的效果也直接从3回合增加到7回合。因为上一动的输出过多，这个血量我判断可以直接收掉没有问题，所以就直接无视地雷来收掉王一。理解できないのも当然。誰にわかるはずもない。成功进入王二，这关会比上一关还好做输出，原因稍待就能看到。由于下一栋的尼奥非常容易引爆两次的地雷，所以这里我选择开哈欠尔的队友聚集 SS 来调整尼奥的位置。
王二中间以外的就是没有地雷的安全位置，所以只要想办法轮到尼奥时吃着这两处，就能不开 SS 来做回避。如果比较难用迪木峰躲地雷，可以用多一个扫雷而且有拷贝的降临角克吾，但是由于克吾是奇经限定降临，所以新玩家可能已经无法取得，需要找别人借角或者一起打了。这里我判断，如果再不造成王多一点伤害，可能就会来不及做输出。后面王三是关键关，所以最好要扣住尼奥的 SS。可以看到，如果触发反射环时，弹珠行进的路径与尼奥接近平行时，环就以非常接近直线的方式作为反射。这个特性非常适合在触发者尼奥与王的弱点为接近一直或很线的时候来做大量输出。不过像影片中的情况就稍微偏移了，所以在高速度下前半段环都没有达到弱点，一直到开始解除后，环的射击线才慢慢被修正。王血剩不多，所以我打算直接利用右边的加速臂来做持续的高输出。这里可以看出拷贝友情在爆炸友情房的缺点，因为你要触发爆炸，爆炸触发拷贝的原始效果后，此时你要去碰拷贝就会没有效果，所以要避免这个状况，就要先去碰拷贝，再去碰爆炸。离线过关，差一点就一失组成千古恨。最后进入尾王，一样边清软一边做出输出。下面还有三个队友会做行动，所以尼奥的 SS 就不用升了。刚好清掉最后一只软趴趴，正好在王在开大之前降低了攻击力。这里我本来以为没有救了，因为迪木脚下就有一颗地雷，不过狗屎一爆补出了一颗金星，所以这时候在思考怎么度过这个绝体绝命的情况，最后发现了往尼奥聚集的加速墙路径为最佳解，可以在踩完地雷后吃金星补回来，而且又能顺便做出输出。此时尼奥的 SS 跳满二阶是做出最大输出的最佳时机。效果不错，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成功以两尼奥、两只其他角色，并且不使用愿望之力过关，完成了最终任务。如果你有其他的打法，或是对本影片有问题与建议，欢迎在下方的回应栏与大家分享讨论。我是超雷，迷茫就会败北，我们下次再见，拜拜。